你住的像这里，我吃了一间空椅，为了想念你不期而遇。Got 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？没考上和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在我刚4岁，为求当兵，才发现你不知道他。哦，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躺在你学校的早餐，看星空，教室里灯还亮着，你没走，只有我塞给你的纸书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字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因我不该在你的世界，将你锁到禁区，也代表我一直抽烟。抽烟。